退休之后就他投入到战袍。啊，你还在跳啊？啊，我嘛跳到跳吼，伊咧做生意。一直感觉时间总是呢，一次一次都会流血掉，好像是很紧迫性，所以我分秒分秒都要把握好，把我们的生命啊，每一天都可以用得很扎实，很有价值。人生何来，来自何方啊？要何去，要到哪里去啊？生命的它的源头在哪里？这就是佛陀青少年的时代，他总是呢那样要就近人的根源，他一定呢自己要去体会，脱离皇宫啦，走入人群，很多不能理解，所以他下定决心，静下把自己的身心静下来。所以呢，天地之间的道理，人间的生命的来源，他要静静的思维，所以叫做静思维。静思维就是想啦，要走入了心灵的很极静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寂静清净，寂静清净啦，寂言希望，他们呢寂清晨啦，那就是他的寂，他的心愿啦，就是涵盖天地啦，就是寂言希望。他呢，他是立定了心愿，探究天地的真谛，迄、那个真理啦，所以他就去探讨。总而言之呢，慢慢慢慢把心完全呢静下来，所有的烦恼境界都拨开了，连呼吸。以天地的呼吸合而为一，所以我常常都爱说，那以宇宙啦合为一体。佛陀的生命呼吸是以宇宙合为一体，那这就叫做大生命。人间的生命以宇宙汇合成为大生命，意思也就是说，天地万物啦，没有丝毫脱离了佛陀的智慧境界。佛陀的脑海中一种智慧啦，所以任何都无脱离过去。总而言之啦，爱的能量啦，智慧的细腻呢，这就是佛陀他的身心的真谛，叫做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啊。各位菩萨，这样的境界何其开阔啊！这实在是无边无边无际啦，无边最好去测量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天地宇宙间。这两天幽灵神谷来了一位刘老师，他也团员来了，因为八月间他们到了花莲，
敬师堂的外面广场里啦，我们的同门为他们的背景，我看到的是修行者的功夫，他们分分寸寸啊，都是真功夫，很感动。总是呢，看到了他口中在动，就是看见了我那一道光，无数的我，只是安呢，在这里干单，迄、那个我，在这一场，我真正的呢，全佩服我，就是那样简单的我，看他们的肢体呼唤出来的我，还有那一道光，无量的我，我们天天不也都是在我中呢？你的我，我的我，人人呐、啊，脱离不了个我。大家人是不是呢？一大早睁开了眼睛，每一个人都是我睁开眼睛。我常常跟大家说，每一天呐、啊，我眼睛一睁开，能看到的周围，我的内心呐、啊，第一个念头感恩呐、啊。我睁开眼睛，我看到了周围的境界啊，我应该要活动，我要动一动筋骨，我要静一静坐下来，好好的思考我的呼吸，我从一个我一开始不断的数字啦，不断的素食观，不是吃的素食，是穿开的素食，算我穿多少开，从一呼一吸啦，开始从一开始。总是呢，我们的人世间都是在这个分秒间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要很重视时间。那时间哎，用在哪里？用在生命，因为呢，我有生命，我才能呢去付出。为什么付出？是为自己付出吗？自己太孤单了，在一个孤单的数据啦，应该要投入啦，无量无量数的数字，我们才是生命的价值。总是呢，只要我们会当头了解，会当珍惜。时间爱珍惜，迄拢是时间的过程，所以留落来的宝物啦。那我们珍惜它，无不都是宝。那我们人呐、啊，彼此相爱，人人都是菩萨，感恩呐、啊。时间的长河不断不断的流血哈、哦，那我们过去所造的，我们现在呢？累积的福，那一年过一年，希望人人哎，永永远远健健康康啦。年岁是会增加，不断地咧增加。时间呢，咱爱不断哎，好好把握每一秒钟，
会当成就真侪好代志，唔通放弃吼。